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今天来玩新监管者扎克，第一次实战呐、啊。对，这走路姿势真的是非常好看。然后，敌方阵容是祭司、先知、舞女、医生。嗯，好的，现在上来有主机找到了舞女哦，有两个主机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找舞女。这个乌刃应该是可以打到吧？哦，差一点。好的，没关系，我们蹲下去。今天是舞女生日，不过呢，这一场是昨天的，对，当天打的，一刀没中，一个过板刀，你还真让我打中了，都已经放慢速度了呢。然后这笑声，我觉得还可以啦，毕竟他也只有这个语音，说实在。然后这里没有要翻。那这里你要小心了哦，我一个过窗刀水成功打中，成功拿下了舞女啊，然后这样算秒倒吧，应该算吧。好的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现在舞女上挂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两个板子都给踩咯，踩一踩，这个动作也很好看，真的。这个挂件的特效我是蛮喜欢的啦，比起其他的特效颜色都是单一的，可是它这个颜色有那个有渐层。好，这里祭司一个乌刃没中，对，它就是从蓝变成红，这里把洞打掉，然后哦前面还有个洞都没注意到。好，钻洞显身，然后这里看一下，看来他是想在这里绕了，误认好了，插个盐，好了，就是那里。OK， 我应该要去给一下那个舞女的那个，哎，应该也不用啊。对对对，他高度没有很高，要不然想说那误认从他头顶上飞过去，哈哈，那挺壮观的嘛。刚才我要讲那个误认啊，那里有人在修机，插个眼再去干扰一下。它就是从蓝变成红，那个红就好像一片血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蓝过去，然后后面都是血，对对对，完全符合扎克的人设。再把这个洞打掉，就是有人说这是那个最良心的伤成精啊，对，毕竟是联动嘛。那个过窗姿势，过窗姿势，还有那个踩板打击，以及什么，以及语音啊，语音是正常的，对，都就是改很多。啊，不过走路时哼的曲子是一样的啦，然后挂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啦，就觉得有点可惜，想说他语音如果在语音包再多一点的话会更好。然后上来找到了先知，然后这里一个误认，哎，为什么后退不了？其实刚才后退的话就可以只打误认，就不用插刀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一个加速，然后这里他应该会放板，再一个蓄力，哦，还好没中。好的，鸟用掉了，插个眼，它往那边去吗？那我从这里绕，反正现在雾亮好了，应该是哦，没有，他们也要在这里绕了吧？他从那走过去，这打不到。好了，剩下两条密码机了，有点快，这节奏可能要再赶一下，然后跑到这里去了。这里板子哦，板子大概率是要博弈，这一刀没打中，然后乌刃好，这个走位一刀有，好的，挂起来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地方如果不贴边边的话，也可以打得过去嘛，因为它比较矮。就是贴边边打的话，就是过墙，无论是针对墙嘛，像这种很高的墙，那种实体墙啊，那些围栏栏杆啊，不过像那个，我现在在指，可是你们看不到，像大门那边，就是那个医院前面的那个门那边要过板，要
而就是要弹刀才打过去吧。这里你还想打洞啊？去救你老公哦！那里有人要救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刚才我不把那个洞打掉，是因为这样会浪费一个误认呢。纯粹是因为这样，为了省误认。不过现在误认好，先来赶一下路吧。好的。哎，他过得去。哎，那这样代表说。代表说是可以不用贴墙就可以打过去哦，那这样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好的啊，刚才不是在这里摸吗？还被摸起来了，不在这里。哦，刚才看到巫女的，也不是、啊，先知身影，先知米兹给大 demo， 他是满血的呢。那我好像跟丢了。密码机剩下一台，感觉手感还不错啦。比起那个杰克，比起另一个监管杰克，感觉手感还不赖。这误认没打中哦，原来那个图案是夹克哦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个什么图案的，原来啊。好的，打下一刀，然后这里再一个过板刀碎。OK， 哎，开机了，开机了。啊，那这样切船，那这样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先知打不打得了吧。这里应该是板子过去搏一下，好吧，不是，那是在那边哦，那我直接闯过去了。好的，那显身了，祭司啊，祭司在这里一个蓄力带走你，你还走这个走位，这个大树。是能挡你多少？然后那里有巫人啊，这里巫人好的，那就嘿，对，气球刀就不会浪费啦。把这个洞打掉，然后地就在这里。感觉这一局是平吧？这一局应该是平。第一次打的手感算挺好的啦。对，嘿就。感觉蛮值得的，说实在，这次联动挺值得的。好，这很平的，来试一下吧。再来看一下巫人的效果，真的是蛮好看的啦。